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，我全部你能给的却又不是我想要拥有的，我们不适合也不适合。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，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，你还等什么，时间已经不多。拍照了，喂，初三，嗯，行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宝贝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要出差去了，要去好几天呢。你必须努力，然后笑着给讨厌你的人看，要多嚣张，有多嚣张。木木，我喜欢你。就这样还想追我啊？来，木木，最爱吃的棒棒糖。这么热，喝冰水吧。哎呀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很烦啊？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不快乐？听说你最……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？追到一半就不追了，渣男！追你，还不如打游戏，野怪都会有血量，而你他妈连进度条都没有。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，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，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，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。哎，叔叔，我最近运气特别好，就差捡到钱了。真的？真的呀。哎，陈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你是别人的钱，他一定很着急，你这手在我们买名鞋。好，玫瑰花瓣一片一片片掉落在眼前，你的承诺一点一点一点回荡在耳边，那回不去的远。真，这是你新交的女朋友啊？她真会化妆，不像我每天都素颜出门。请问你是什么牌子的拉带啊？这么能装？哎，这你新交女朋友啊？英语不错呀，不像我口红都不涂，自然美。不过配你绰绰有余了。跟我喝一口。美女你别介意啊，我俩是发小，这么多年都习惯了。我还真就介意了，你以哥们的名义对我男朋友动手动脚的，我知道以你的长相不管化不化妆都没人要，那你也不用赖着我男朋友吧。我男朋友带我来见你就是为了告诉你我和你的差距到底有多大。走吧宝贝。